号晚上的10:30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朋友来到红哥直播间。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直播，胡说的是拳皇98的冠军战啊，左边是微微，右边是小孩。欢迎重新开始啊，加入咱们的8330名粉丝团成员。这个比赛呢是打强五的，大家看屏幕上方啊，已经打到3-3平，谁再赢2分，谁就拿到冠军，冠军奖励是4000。亚军奖励是2000，你觉得谁是今天晚上冠军？朋友们，把你的预判结果打到公屏上，好吧，朋友们。净水浮云啊，晚上好，谢谢你的灯牌点亮，欢迎四门败类，谢谢你的灯牌点亮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波，兄弟们。没有关注的话，大家可以主播点点关注啊。欢迎淘气的琪琪加入咱们10384名粉丝团成员，欢迎程栋。小儿的首发不知火，只剩了一丝的血量，只是没有办法，已经防不住了。虽然说他已经输了一个人，但是他的中间是满血，那微微的中间血量的话也没有到满血。这个广州好生活害了微微，微微现在乘胜追击，打缺反，再压他一下，小孩压制成功，小跳重拳蹲轻拳啊，孟丹八字里，哇，真的帅气。背着这个气之后，我也想再变化一下攻击的一个方向。那现在小孩升龙真的是一如既往的生猛，微微总是不长记性啊！前面上一个币中了几个小升龙了，怎么还上？血量上来说，小孩占一个绝对优势，3倍他的血量。两个小可发魔血，这俩还是又打对方又乱动了一个套路。我们看这边小孩怎么来破解，没有被破解，被微微抢到一个先手机会。小跳重拳打到之后，马上开展连段三回花之后，再次干掉小孩的八神。目前小孩的中间上了克里斯啊，大将大将克里斯口误了。下盘2点紧着一跟上一个反腰拳呢，现在微微也是要上他的大将，大将战来了。微微的大将是大木狼，那这边小孩大将是真克里斯。好 ，AB 过去抓陶海哥，出了个尾阵，我去近身动腿，铁路浪夫再切成地板，扒着准备一次。小孩的克里斯被铁路浪夫不掉，你这里不要跳，小孩。哎呀，我还没说出来，小孩已经跳了。赛点局，微微的赛点，兄弟们，冠军能是微微的吗？微微的赛点啊，4-3，强五的啊，强五的。大魔狼这超恐怖的输出会让小孩很疼很疼。这边上了不知火舞了啊，上了不知火舞换人。小孩大门不是很强吗？啊，他小孩大门现在很少用啊，很少用这个大门了。对小孩大家要抱有信心啊。看没有，为什么要用下重拳啊？就是防止他这个起身出飞鹤之舞，飞手之舞。
小孩又是凹了个广州火龙，打鬼花劝返。我们来看这边小孩怎么打，超杀对空，真的是小孩又上当了。前程重拳抢着，这么微微再次抢到一个先手，那现在小孩只剩一个真克里斯了。真克里斯一管血来打微微的一管半不到的一管半，正好是一管半的血量。华禅没办法切反，我去，这两道鬼火打的微微中断失手，小孩被对方刚推低了，中断再受伤。这是小孩的看家的一个套路，力回能力帮助了小孩解决了微微的八神，这个技能解决之后就看这个币微微的再点局。兄弟们，希望小孩赢的兄弟扣个九，希望微微赢的朋友扣个六。我的天哪，这个输出啊，完了，真烂了，大哥！小孩也是吓一头冷汗了。反击头，压你下巴。刚 CD 结果5-3，恭喜威拿下了小孩，获得了本场比赛的冠军。小孩拿到了今天晚上的亚军。你猜对了吗？